各位，接下来你即将看到的是一个发生在我好朋友身上的传奇故事，故事的内容都是真的哦。对不对？加油哦，好消息赶快告诉我点吧，可是我新进来的耶。我们这里是应征时装 model， 你看那边。胖妹妹，又是你呀、啊！对不起，我下午就走错了。这把新奇是毕业，可是第一名。我们公司的待遇可不高哦，会不会大材小用？不会啊，我愿意从基层做起。上班时间很长哦。这个没有问题，我体力很好的。福利和待遇也不好啊。没有关系了。这个工作经常要到外地出差哦。我最喜欢出差了，我经常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有时候可没时间吃饭哦。没有关系啊，我正好可以减肥嘛。喂，你们四个人在干什么？后面在大塞车啊。OK， 你可以回家了。那我是不是被录取了 ？No。为什么？纯粹个人喜好，你太胖了。你太胖了。哼，真不知道那些人都在想什么。胖也有错啊，是去做事情又不是去选美。从以前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一向工作都比谁努力，可是表现得比任何人都专业。但结果总是为了我们公司的形象，我想还是请你另谋高就吧。相信他此时心中充满了悲愤。23岁 ，A 型血，身高不详，体重不详，估计超过100公斤，待验中。唐满金，唐满金。
你个死胖子啊！别以为不接我的电话就没事了，我的本子呢？你不说你早上要拿过来吗？啊！你再不叫戏就要开天窗了，我限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出。刚发生一起五级有感地震，目前仍有余震持续发生，请外出民众注意安全，做好防范措施。26岁 ，O 型血，身高小于等于180厘米，体重大于等于180公斤，现任自由编剧。满玉买了一大堆零食回家，决心用吃来发泄心中怨气。不好呢，我是妹妹，你应该让着我。你没听过孔二阿姨故事啊？你闪边去！我不，我先出去。我先进去。我先出去。我先出去。我不，我先出去。周年庆，为了感谢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从现在起本馆全面6折大优惠，只有今天，要买就要快哦，活动正式开始。妈妈，年龄密，身高机密，体重极机密，职业家庭主妇兼刺探他人机密，就是江湖上俗称的三姑六婆。室里的气氛一阵死寂，好，开会。老谭，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你拿公司的钱都开玩笑，你知道吗？公司的损失有多惨重？老唐，你真是太草率了，哪有出什么水果口味的泡面呢？还出什么香蕉芭乐？亏你想得出啊！你让我们公司成为大家的笑柄，所以啊，我们一致决定，你必须为这个重大过失负全责。你们的意思是，希望我。
唐继宗，年龄55岁，血型 B， 身高176厘米，体重反正是家里最轻的，职业刚刚失业。一场小小的意外，让故事开始。大哥，大哥。车弄坏了？嗯，没有，是什么？你得赔呀！对不起啊，对不起，保险杠也得赔吧？不赔钱，我找交警了。我真的对不起。董先生，有那么严重吗？还是看人女孩子好欺负了。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就好。我看算了吧。不行，这保险杠掉了怎么能算了呢？你还要不要我找你搬家了？我说我赔给你保险杠，算了，我不用你们了。哎，别别别，董先生，看在你面子上就算了，拿走拿走。哎，来，小姐，大哥，小姐，小姐小心。哎，而此时，在另一边。小阿姨，小阿姨，
头！长头！长头！啊！长头！红门！啊！救命！啊！哎呀！我大爷！抓头！抓头！爸爸妈，满玉，小杰，是你，是你，你们认识？他是你爸，他是你妈。妈，爸，你搞什么呀？放心好了，妈她不会醒的。那就好啊。干嘛喝那么多酒啊？啊，爸心情好，高兴。爸，是不是升官了？你老爸有什么官好升？哎，我问你，这隔壁这家是刚搬来的吗？你怎么那么快就认识呢？我刚刚在街上见过妈，她人挺好的。这，哈哈。他是对人好呢，还是对你好，还是他长得好？啊，爸，你真烦。哎，对了，他们家那个妈妈人 好不好？你不会自己试试看？爸，这么早上班啊？你才上班呢。哎呦，哥他又木有。好男人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身为女人，一旦遇到好男人，就要紧咬着不放。嗯，我有同感。受到好男人的注意，所以呢，我们平时啊就要计划的运动。嗯，那我就少吃一点。哎，我没有身材，一定要比别人出色。即使用再贵的化妆品、保养品和首饰啦、衣服什么的，总之呢，那得花多少钱啊？更为突出。一切呀、啊，在所不惜。这就是对于追求幸福的女人来说的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投资哦。有学问吧？谢谢，好棒呀，好棒呀！哈哈，您哪是啊？哎，你把奢侈浪费也说得让人心服口服了哦。谢谢。不过呢，我觉得你这观念啊，好像是。人家觉得女人天生就是为男人活着的，错，是好男人，好男人，哎，就好像好男人呢，像濒临绝种的动物，一旦出现啊，就被像你们这样的女生啊，疯狂的猎杀，那还客气，格杀无论，哼哼。企划部来了个新主管，好像要招人哦。真的吗？嗯，对啊。那他会不会又……哎，放心啦，有我办公室一枝花沈安秘书嘛，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吗？再说了，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那么好，不要对自己没信心嘛。那我先谢谢你了。哼，不客气啦。我是觉得啊，你去了我就很轻松啊。会吗？当然会的，你忘了读书的时候你怎么照我的？第一呢，我做完的功课你都可以替我做嘛。第二呢，你在我旁边可以衬托出我的美丽嘛。你已经很漂亮了，所以呀、啊，你去了我就很轻松嘛。那好吧。喂。我时间到了，我要去上班了哦。这个给你，不喝了啊，别浪费啊。哎，你
今天妈不喝了，拜拜。妈，我想到第三个好处。什么？就是你在我旁边，我可以时刻提醒我自己，千万不可以发胖哦。哎呀，你真是，哎，你真是的，还说什么好朋友？是我，来，拿着。那你这个擦一下。这个可以用吗？我再找。算，反正我也回去了，东西买完了，来。这个不要了。我给你叫个车送你回去，好不好？你等一下啊！哎，对不起啊，马上就来。让我们再慢速回放事发的经过。笑吗？没有。那你的脸在抽筋吗？哼，我一个月花几千块钱看你脸抽筋，快去把这个剧本拿去复印，马上就没戏拍了，快点啊。唐满金啊，这大街上随便砸下一块招牌都可以砸死两三百个像你这样的三流编剧，
幸亏你小子造化大，有我英达给罩着啊！我一集给你1000块钱写本子，1000块钱呢、啊？那你拿什么来回报我呀？有的时候我没灵感啊。没灵感？职业编剧是没有什么灵感可言的啊！你就是写本子的机器啊！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准时给我交稿子。哼，在我面前耍笨装可怜，还跟我谈灵感。下站着干什么？啊，还不快去写！哦。此时在董家，妈，妈，你回来了。嗯，真是个冒失鬼！你看看，好好的一件新衣服被弄成这个德行，怎么搞的？隔壁那家伙呗。那个胖子啊，瘦皮猴，我看我真是跟他犯冲啊。还有个瘦皮猴啊。妈，我们这是搬错地方了，隔壁根本是一窝神经病啊。爸，嗯，你收过衣服吗？没有啊。啊？咦，我的内衣怎么也不见了？对门的邻居，哎，你们怎么又在吃泡面啊？肚子饿了，你又没回来。哎，你们买了新口味的面，嗯，草莓味的，拿。哎呀，什么呀，好恶心呐！你们别吃了，我给你们做饭去。加起来一共598吧，就算100万吧。哎，哥，哎，你啊少招惹隔壁的，他们一家呀都是怪胎。会吗？他们看起来人还不错。哪有，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哎，隔壁有个死胖子，你见过没？没有，我见过的可能是他爸爸吧。哦，他有个女的也是胖胖的。没关系，你嫌人家怪呀、啊、人家说不定还嫌我们怪呢。像昨晚妈就走错门了，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真的啊，妈，真的，那是我拿错了钥匙。我他们家人呀，真是怪怪的。今天他那个爸爸，把一杯冰激凌全倒在我的身上，害得我狼狈死。还有，隔壁那个死胖子竟然吃我豆腐。有没有搞错呀？你这种凶婆娘，谁敢惹你？就是啊，我看他八成是没听过本姑娘的威名，大概是误会吧。误什么会啊？哥，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死胖子穿了一个内衣裤站在门口啊，一副恶心巴拉的样子，还直盯着我看。我本来想骂他的，但我后来一想啊，才刚搬来就别惹事了吧。嗯，结果啊，哎，我一转身，你猜他怎么着？他竟然要摸我。哎，你乱讲，我没摸。啊，摸你？真的假的？大白天呢？那还有假？我面不改色的回头想骂他，结果我一回头啊，哇，看见他那个流着口水的死样子，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然后我就狠狠地朝他踢下去了。
踢下去了。踢下去了。踢哪里了？那里。哪里？你烦不烦呢？就那里嘛。拜托，真的。对了，我们才搬来一天，我跟妈晒的内衣全都不见了。好，就是一场空，到头来连个家都不敢回，真是笑死人了。该不该回去呢？要是他们发现我，我该怎么说呢？哎，回去还是不回去呢？正面回去，反面不回。他要是隐形起来，咱就是找也找不着，你说是不是？算了算了，再配吧。阿姨啊，哎，你把汤快拿上来呀！马上就来。今天啊，我们一家人真是难得在一起吃晚饭。老头子，你今天怎么那么闲呢？还好啊。对了，爸，你们公司是不是新推出一个什么草莓泡面啊？是你的点子，市场效果怎么样？草莓是水果，怎么拿来做泡面呢？现在人的脑子是不是都坏了？先生，这不会是你的主意吧？这正是我的主意啊！老唐，你在拿公司的前途开玩笑？我想说传统啊。对。是的，改一改，是的，改一改，说不定啊，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了。娟娟，我这就差点买了。哎，爸，要不你带起来回来尝尝吧。带一会儿尝尝吧。娟娟，儿子。哎，我要宣布一件事啊。今天开始我不上班了，退休了。收拾你！
床，钱包。哎，发生什么事了？你不要脸，那是我的内衣。啊，内衣。张半夜，我招你惹你了？我们刚搬来，实在呢，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误会，我觉得这里面呢，一定是有误会。误会？哦，对不起，我还没请教。我姓顾。啊、哦，顾太太，我们姓谭，顾太太。顾是我的本姓。啊、哦，啊、哦，顾小姐啊，我看这个事儿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这我们家满京呢，他说他是去捉贼的。还真巧，哼，谁知道是做贼的喊捉贼还是怎么回事？我哥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你问他，他做什么了？我满京啊，你要说清楚，免得人家误会。说。我没干嘛，我就是把自己锁门外了。你穿的什么？穿睡衣啊。我穿睡衣怎么了？你不知道有多恶心。你哎，那你还穿睡袍呢你？哎，你穿睡衣跟我穿睡袍能比吗？你看看你自己有多恶心。好，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啊。再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是邻居，啊，满京这个孩子，啊，他绝对不是这种下流的人，是吧？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在里面，这一点呢，还是希望顾小姐能够原谅。哎，要不这样，改天我们家做东啊，请你们吃饭，这一来呢，也是表示对你们搬过来的欢迎，这二来也算是赔个罪吧，啊？不行。这种下流的人绝对不能放过，我要去报警。哎，你那女孩子怎么那么不讲理啊？我说我刚才看见一个贼，他站在你家阳台，我把他吓走了，你还恩将仇报你。那我问你，你抓贼脸上干嘛还蒙着我的内衣啊？你怕人看你？我那个小姐，我叫满京，从小就怕女孩子，她不会干那种事的。那可不好说，很多变态狂还是大学教授。哎呀，妹妹，是不是非要搞这么大呀？我看他真的不像大学教授啊。这算圆的什么场啊？哎，我不管了，报警。哎，好了，我去报警。我去看门，我去看门。哎，你们什么事啊？对不起，刚才我们抓到这小子在隔壁单位偷东西，他说有一件衣物是你们这里的，哪一件？小子在这里偷了不少的内衣内裤，终于给我们逮住了。我们现在叫公安局去，送公安局。送公安局之前还少什么衣物？过两天呢，我们通知你们来认领啊，好不好？啊，不用，不用了。那打扰了，走吧。谢谢。小子，这下你麻烦可大了。妹妹，你呀，总算是真相大白了。死胖子，算你走运。
伸手巾，给我一杯清水，让我不再有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引起你的注意。看那苗条淑女，路上晃来晃去，含柔情装白绫。